田青老师，嗯，今天大盘指数又降落、降落、降落了呢。可是我们的股票是上升、上升、上升哦。是谁啦？想了解吗？当然，看节目喽。欢迎各位朋友来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我是玉品话。现场为你邀请到的是全投顾界最美丽的分析师华冠投顾，我们的刘元金、刘荣刚、刘彩虹城堡、红宝，我们的刘红宝，甜心老师你好，品话好，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华冠投顾股市甜心妍希老师哦。甜心老师呢不止长得美哦，给您的股票呢舞动桃，什么叫舞动桃？持续力够久，你光看我们的再生能源就让你赚了一整个月，还包括了钢铁、航运，通通让你赢在起跑点，以及上周涨停、本周涨不停，我们的5009的荣高，哎，给那里又再创新高了，对不对？再创波段新高了，我的妈呀！给您就是趋吉避凶的操作，给您就是稳健操作，让您稳中求胜，赚不停，让您赚涨停的老师就在本节目啦！再次恭喜啦！大家越赚越多喽！哇，今天吼荣刚吼来，是不是创高后的震荡？有来创高后的震荡是不是正常？嗯、正常的、这样了解吗？清楚明白？哎，解完了，这样了解吗？技术分析就是这样解。是，不要过度去解读。哦、我们等一下再来一个一个告诉你。我们先看大盘呐、啊。好的，来今天的大盘后，其实早盘后还有一点力道。早盘其实还蛮开心的、欸。今天指数是开高的，可是尾盘是往下走的。对，往下走。这边就是告诉你持续震荡、嗯，因为往下杀呢，量又还没出来，所以今天的量呢是有点萎缩的、嗯。那大家也了解。很多时候就是量先价行嘛，你真的要反弹，那个量的力道要出来。所以后在这里以后，妍希说了。来，你还是专注产业的研究，对你才有帮助、嗯嗯。当然，当然，对不对？好，就像昨天好了啦，大盘是回落超过400点，然后啊，就非常多像国安基金，很多人就在问国安基金嘛，哎呀，对不对？国安基金啊，我问你进来他买什么？想也知道买金融啊，啊对呀、啊，想也知道台积电要多买一点，鸿海要多买一点，要买一点啊，要护盘嘛、哦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后贵买中心其实。昨天也讲了哈、哦，在这个位阶后，你要知道台股哈上市柜公司的获利是非常好的，嗯、没错。再加上后，你可以看到在这里，大家就是觉得没有信心，可是你往往去。嗯思考一下，每每是不是吼？你每一波大赚之后，对，你会不会去思考你之前买点一定是有一点皮皮出来时尊？哎、欸，对，没错，嗯，皮皮出来时尊、啊，买到让你手会抖的时候，这样了解吗？哦、所以现在在这个点位吼，包含了、嗯、来国安基金有进场是陆续的，在包含柜买中心也出来跟你喊话，哎、嗯欸，我们上市柜公司很赚钱，对的，在这里吼有一些股票是非常漂亮的，殖利率又非常高，你要理性的评估啊，嗯哼，这样了解吗？这换句话说，告诉你，你先去看一下你手上的持股殖利率高不高。嗯、如果高，干嘛还要杀啊？对呀、啊，不是说后今天就是见涨追涨，见跌乱砍，不是这样的操作、啊嗯、所以我才一直跟大家强调，在这一个台股在这个点位，很重要，是你一定要赶快来找我，是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，我昨天也。大盘我解了一个重点，我说融资，哎呦，昨天的融资后盘后出来的资料大概是大减52亿，52亿，老师够吗？我觉得不够了，这量还不太够，还不够，要破100亿。我昨天其实就讲了，再破100亿才会更漂亮，因为你融资大减可以超过100亿，你的电子股它会加速沉淀的速度。对对对，我觉得那样子反而让。就像换句话说，要跌就赶快一点。你用急杀，那个融资杀的比较快。嗯哼，好，有没有？那但是妍希一直告诉大家，这个是盘势的看法。对，你放一边，你要了解就好。是，但是操作是不是看我？当然咯，我说过操作一定要看我，你要有节奏。嗯，为什么这样讲呢？来，你今天看到荣刚是，哎呦，最近大盘都是回落的，没错。然后呢，你从大盘的 K 线现在看到荣刚的 K 线。完全不一样，哎、欸，两样情呢、欸，一个在天堂，一个在地狱啊！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有啊，哎、欸，心情截然不同。好、哦，这个是我四月就告诉你的股票哦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这样讲嘞、嗯？来，你现在跳过来哦。好，因为妍希一直告诉大家要
操作要有节奏，要有 tempo。当然，所以我们讲近一点，三月这段时间，因为大盘在三月这一段时间，你现在看到是大盘的 K 线都在回落，没错，哟，都在回落。是啊，好，那到了三月的时候，妍希说你要看什么高殖利率的，然后你要有一点防御性的概念。什么叫防御性？另外一个说法来，电子是比较活泼，对。好，大家都喜欢电子，我知道，我也很爱。能赚电子的时候，当然要赚。对呀、啊，但是呢，要稍微让电子整理的时候，你可不可以换到像航运、就是属于防御性概念比较高的？所以当时我三月我就告诉你什么，2002对。中钢、钢铁，2014来，我们是不是前面这一段都是赚？有，都是赚哦，都是赚。以后持续到了四月，你现在看到是 K 线，对，四月的 K 线。到了四月，妍希告诉你什么？钢铁持续可以赚，但是你要换到5009的荣钢上面，有没有？同样钢铁，对呀、啊，左手赚，赚完右手继续赚，我还是有防御性的概念。来，你。还是有防御性的概念，你再比对四月的大盘、哦，这一波已经来1100点，天哪，已经拉回了超过1100点了，1100点、哦。结果你今天看到台股持续就是创新低破底嘛？结果你看到我的荣钢可以持续创新高，哇哇哇！再次恭喜会员呐、啊，以及听节目的好朋友，通通都赚到了。我今天讲一个重点，来，好好好，来，你把荣钢 K 线看清楚哈。大家看到哈，荣钢记不记得我是在四月讲？有四月哦、嗯，你通通可以回去我前面的节目听。我这个人，我就是说到做到，我怎么做我就喜欢怎么讲，而且。我吼，看很慢呐，安内讲好不好？我没办法，天天换来换去。对啦，我觉得有些的，你打开那个频道，就哎，涨停板怎么它也有啊？哎，隔天哎。哎、欸，怎又不见了？我没办法天天换来换去，就像今天哦，世纪刚冲出去嘛，那个上尾同空冲出去嘛，那、啊、你有没有想过再生能源这一块？妍希在四月就告诉你有的，你要有这个概念。嗯、好，那我们现在看回来荣钢，你现在看到荣钢是老师，你在四月股价还没涨，是啊，有没有看到？又是当时股价有没有在2526这个平台？有的。哎呦，老师，你那时候节目就在讲了，后中钢后有赚到，有赚到，中红有赚到。其他的钢铁要注意咯、特殊钢为什么特殊钢要注意？来，我问你哦，荣钢后不止它吃得到欧洲那一块的市场，就是钢铁的需求，大家也要了解，就是俄乌这两国的钢铁没有办法出太多了啦。好，那起码要2到3年吧，我认为啦，是要重建然后要恢复产能，没错，那个时间是非常漫长的。好，那所以是不是我们会吃到货？当然，来转单。好，荣钢我跟你讲喽，特殊钢，而且它的订单直接增加一倍。哇，再来，在股价还没涨的时候，我告诉你飞机的需求、为什么叫特殊钢？因为它还有配到航太的需求，有的还有配到航太的需求，大家就知道迟早我们是要坐飞机出去玩的。对呀，虽然时间点还没到、但是是不是要先预备？当然咯。好，那你再看回来 K 线，产业面我告诉你是的，然后呢又搭配什么？哎呦，老师，你股票没还没涨就给我？是啊。起标点、起涨点呢？老师，你怎么又跟之前一样了？对耶，是哎，我怎么是后？平均也是这样子哎，我都是这样这样。我坦白讲，我就是希望后我给的股票后来有名有姓，开大门走大路的。你想买多少就买多少，后你根本不用买个一张两张嘛，想买多少轻轻松松。重点是这一段哦，你看哦，就从四月到现在是哇。然后你再看大盘，四月到现在，大盘是往下的。我们家的荣钢，涨势是往上的。有没有发觉，妍希又让你再次赢在起跑点了？有。为什么我今天侧标这样讲？因为你今天看到荣钢震荡，你会很担心。但是来 K 线翘出来，我问你，你跟着我们一样赢在起跑点，买在那个平台哈？有没有 K 线的平台区？有没有？我问你，今天的震荡跟你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、今天的震荡你会怕吗？不会怕、我还持续大赚呢、今天的震荡你只会想我要赚多少而已、对呀、我还想我明天要去哪里花钱你了解那个概念吗？所以我说操作的节奏我帮你抓得很清楚，大盘我每天跟你解，有你要懂就好了、懂就好就放一边，但是操作操作你要了解，这是要有节奏的，不是见涨追涨，不是涨停板就拿出来说我家的，不是哦，不是，所以我今天讲赢在起跑点的重要性是来这一波荣钢冲出去，有赚多赚少，
是不是很开心？当然开心啊！想赚多少由你决定啊！哎，因为我们买的低啊，是啊，赚的多嘛，对不对？你了解吗？而且重点后，大资金的客户张数多的，我可不可以往上分批、分批、分批卖？之后在上面的是什么？零成本？零成本啊！哎，对哦，这不就一直以来重复我习惯的操作？是的，我知道现在这个盘很多人都挑不到后可以涨20%，30%啊，好一个波段的，对，一个波段的，但是妍希给你的呢？哇，就是整整一个波段的获利呀、啊！就是波段，波段听起来很简单啊，做起来很难的、哦。你光看大盘这一段时间，四月回落1100点，早就吓死宝宝了。老师，你荣钢可以给我30%？有的。老师，你的元金是哇，老师你的元金更恐怖，元金真的好猛啊！你看到后来元金是不是今天后来震荡？问题是它创高了，对，创高以后你有没有发觉后其他的？蠢蠢欲动、而且呢元晶又把什么风电也拉起来了，这是太阳能的领头羊、没错、来资料拿出来，是的，上个月我3月25号给大家的看清楚再生能源的产业报告，我问你，好，当时我节目讲得很清楚、我最看好是哪一个，最钟情的就是那个有三个日那个晶啊，亮晶晶的晶啊，而且我从来没改过，对呀、啊，我还跟你玩通关通关密语、啊，我知道你资金只有一套嘛，我直接把我最看好的给你，但是剧透了，拿出来。3月25号我给你之后呢，来哦，里面的股票哦，手指头数得出来，真的。除了联元安，我还告诉你什么大亚有，今天也是涨，有的，我就不敲了。好，中心店，哎，今天也是涨的、哦，对，为什么嘞？因为你去嘟嘟房停车，它都会赚、对，好，那再来，你又看到什么？来，风电是今天又被太阳能带起来了，那谁是领头羊？不就是我们吗？对呀、我们家，所以在这里要看到咯、我说过你要赢在起跑点，因为很多人都想我想要赚多赚少由我决定，那种掌握度很好，对不对？掌握度很好，所以我今天特别讲你现在看到的是大盘的 K 线，有这里 很重要、很重要、这里非常重要，我昨天我延续昨天我告诉你以后，在这里就是有一些电子股持续整理，筹码会趋于稳定，当筹码趋于稳定以后，电子股要全部起攻反弹的时候，大盘就会有向上的力道、那个时候你要不要在我身边？当然要啊。好的，那如果想要跟着我们一波赚完再一波的好朋友就轻松跟上咯，来跟着甜心走，财富自然有，跟着甜心呢就是你的心态好，观念好，好运就会自然来，让你的钱钱就会滚滚来，所以亲爱的朋友，我们在都在等这个 timing 点时机点，如果到的时候你如果没有办法及时的动作，你如果没有办法拿到老师给您的最关键的指令，你真的没有办法，你会犹豫，你会紧张，你会害怕，你会问自己真的到了吗？对啊，但是这个 timing 点真的是稍纵即逝哦，所以在这个参与点还没到来之前，您一定要赶紧到老师的身边，把老师的大腿抱紧之后呢，跟着关键的指令，一个口令一个动作，让你赚钱轻松，获利简单。接下来如何赚？跟紧跟好跟满脚步喽！广时间留给您打电话喽。欢迎持续回到股市甜心的节目，亲爱的朋友，你发现本节目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于甜心的节奏非常的明确，什么时间该做什么样子的股票，什么时候该把你的钱钱放在对的地方，然后呢放对地方之后，家中就宛如一个聚宝盆一样，就像是呢你在四月，老师这个四月盘是一直回落的嘞，对、但是你给大家的股票是一直波波高波波高波波高，甚至给大家的股票呢都是在起涨点起标点，老师的节奏非常清楚，老师给你操作相当的稳健。刚刚我提到了起涨点、起标点，荣钢、元晶、是不是都是在起涨点？这样应该给到起涨点，应该很好赚啊！非常好赚，一个波段超过三成，一个波段三成的涨幅都有、所以你走过路过，都有赚到啦。对，如果你有听节目，真的有动作恭喜啦！是啊，是不是很好赚？当然好赚啊！老师，我们都知道大盘回落就是机会，可是呢，每每当大盘回落的时候，我相信很多人在那个氛围之下。皮皮刷，真的。你现在看大盘的 K 线，皮皮刷呀。可是我常跟大家讲如果你今天对于这家公司不够了解，对于产业不够了解，你永远会怕。对，不管今天大盘涨或者是跌，你都会怕。为什么一涨出去，你说我到底该买还不该买？对耶。
然后呢一跌啊，我先砍再说啊，对耶，随时就是被那个盘面上影响心情。可是所以我常跟大家讲，永远就只是你会怕，因为你涨也怕，对，你跌也怕。那如果这样的个性，真的是到一个比较专业的人的旁边带着你做股票，你会变得比较轻松。当然，当你变轻松，哎呦，正业也顺，对，然后偏财也顺，有没有？正业也赚，偏财也赚，是不是很轻松？当然轻松啊。所以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，节奏非常重要，为什么这样讲呢？你现在看大盘 K 线好了，好，今年来一月到现在，你现在看哦，一月到现在。如果以技术分析中长线来看，哎呦，是不是一波比一波低？对呀，老师，这样一波比一波低，到底要怎么做股票？对呀，一波比一波低很难赚吧？对啊，我问大家，如果一月到四月，你就问你自己，一月到四月户头有没有变大嘛？我不敢说会变很大啦，但是加减赚、大赚小赚都是赚，都是赚啊，然后不会。大叔就好了，不会，为什么雷来一月？我给你看我的节奏，我非常清楚。为什么我一月在这一段是好不好？我给你什么3324双红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就这样涨一段乌啦。好了，到了二月，我给你什么3035。有没有看到又这样飙一段？私房菜有的，你用 K 线看最准。二月，有没有到了三月更恐怖哦？为什么我这样讲嘞？来哦，我们的春暖花开，这个一定要把大盘看清楚。为什么春暖花开是3月17在这一段？我说了嘛，3月17这一段大盘反弹啊，700多点，对，700多点，而且还没有站上当时俄乌议题的起跌点。没错，很重要的，这很重要哦。对耶，啊，这一段多少？700点。700了，结果妍希赚什么？来，哎呦，这个超级恐怖的6104创维有没有冲出去？乌啦，赚一段还是赚啊？3532更恐怖，还剩100的价差。你现在这样看，它就是100的价差。哇哇哇，短短时间呢，就在大盘反弹700点而已，是的，700而已哦，七八点呢？3624也是赚。哎呦，我们的光捷5425台半夜再恐怖4919超级恐怖，全市场最强的就在妍希的。会员里面是的，不就是这样吗？就在我们家。好，再来哦。到了三月份、有没有 K 线在这里哦？大盘又有一点要过不过，要过不过。对呀、你懂那种要过不过的感觉吗？量能不出来吗？是，我叫你赶快来拿。嗯哼。再生能源的产业报告，妍希你完全不小气，我直接讲我很鸡婆啦，非常大方，我实在是对我实在是看不下去赚不了钱的，我实在是看不下去。我从以前到现在，我只认为我想赚多少的问题而已。我想赚的时候我就赚快一点，老师就是霸气。真的，有时候是有像男生的个性啊。坦白讲，股票涨得也很霸气，有没有看到？对、我三月底叫你来拿再生能源，全市场谁在给告诉你？而且看到现在为止，你要知道哦，你再生能源的日期看清楚，3月25号，今天已经426了，426对，一个月的时间，一个月都在讲再生能源，对呀，一个月都在讲荣钢，让你整整一个月赚到了元金，赚到了荣钢，我如果这样贴着股票持续的分享给你，还有分享产业面给你，你都还赚不到。对不起，老师，对不起，真的，你要跟我说一声对不起。我认为股票这么标的股票，你都没有办法赚到一个大波段啊。对啊，所以好啦，来啊，来再来看。我问你啊，前面是不是大盘三月反弹700点？是700点，我这里是不是已经告诉你覆乖离很大了？有。这两天哦，节目听清楚哦，我都是重复哦，没错，这两天我是不是告诉你负乖离非常非常的大了？有啊，之后呢，如果要酝酿反弹、酝酿强弹的前面，你要不要先到我身边？一定要的，要不要先到我身边调整一下你手中的持股？当然，连这个气息、呼吸要先调整好啊，你身体才会顺啊，对不对？对，你经络才会开啊，是不是？所以要赶快跟紧甜心哦，跟在甜心身边了。这个 timing 点好像越来越接近了哈、所以亲老朋友来近期给大家的哦，对，彩虹城堡也是一直今天也很漂亮啊，真的，所以当当当当啦，所以上周涨不停，本周也一样让你涨不停。这个波段，看到这个老师写的字卡，就觉得哦，这一档股票今天虽当当当当，虽当当啊，而且重点去年也赚过、老朋友就是老朋友了，来回赚。所以亲老朋友来，赶快呢跟上，最后带您这个掌握产业的资讯，产业的一个讯息面。
还包括了这个操作的节奏非常的清楚明确，还包括了稳健这一块。您要的操作不就是稳健吗？哈，我们绝不看涨说涨，也不看跌说跌，给您就是稳健操作，稳中求胜。time 点到的时候，您一定要在这个时间点跟紧甜心身边，跟在甜心身边，越早来当然是赚最多的，对不对？赶快呢，电话来做拨通，广喜留给大家打电话喽。节目中呢，再次感谢甜心老师来到节目当中，谢谢品话，幸运甜心在华冠，荣华富贵跟着来。妍希祝全国的好朋友们操作顺利喽 ！YT 频道的好朋友，明天见喽，拜拜。本公司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效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104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09号。